We can. Say hello. 你是不是就是说，是不是觉得说，呆滞的眼神。 现在是凌晨4点，我们收工了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哦，拜拜。Say hello。你这个是视频啊？哦，我这个是原相机，会不会不太好？真好，挺好的，感觉像美颜过。因为你本来就很美。还是拍照照相片。呵呵。照相烫。照相烫。 照相烫，还有运动镜头，没事，好吧，都是好吧，圆满结束，圆满结束，耶！人在手上，人在手上，你好美哟，妹妹，请你大力的说，就是这么正，圆满。 我怕刘老师的佐料，非要这样。如果说我从这边走呢，我从这边走呢，非要这样，大姐，给大家介绍，超级美，so beautiful。你是不是有点疾病？